我每天只用不到十分钟就掌握十多个英文单词。词图对照法真是有点神，玩着就把英文学会了，太嗨了。我没有什么英文基础，但词图对照法让我实现了弯道超车。现在每天都能用英文向老板汇报工作，老板对我的英文进步速度感到吃惊。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如果你喜欢，请别忘了订阅，订阅请按下屏幕右下角的红色按钮。我们有更精彩的课程展示给你。家 Home 学校 School 超市 Supermarket 公园 Park 医院 Hospital 餐厅 Restaurant 图书馆 Library 体育馆 Gymnasium 电影院 Cinema咖啡馆 Cafe 下面看图后请说出中英文家 Home 学校 School 超市 Supermarket 公园 Park医院 Hospital 餐厅 Restaurant 图书馆 Library 体育馆 Gymnasium 电影院 Cinema 咖啡馆Cafe.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订阅。订阅请按屏幕右下角的红色按钮。